国风文化创新推广唱演秀《国风美少年》本周五晚开张大吉，节目高清音源皆已上线官方音乐合作平台酷狗音乐。20位美少年表演过后，其中演绎最出色的6位被国风召集人授予黄金标签，有8位进入白银班，剩下青铜班的6位则随时有被淘汰的风险。张云雷承包全部笑点，化身行走的包袱铺，相声演员出身的张云雷不改搞笑本色，现场狂甩包袱。刘峰一曲《少年北京》，因中间夹杂了一句东北话“爱咋咋地”，让笑点极低的张云雷笑得不能自持，引酷狗网友逗趣道：“看把咱二爷乐的。”随后刘峰弹奏《春秋亭》，在全场听得如痴如醉时，张云雷忽然一句调定的高，否则我就跟着唱了，让观众瞬间破功。颇给酷狗网友喜爱的沈天航演唱完《随遇而安》，张云雷热情为他解释歌词中的2句念白，谁知耿直的沈天行完全不配合。张云雷恨铁不成钢，我把你捧得乌丢乌丢的，你把我摔得啪嚓啪嚓的，随后还委屈地表示白捧你了。承包节目全部笑点的张云雷还现场模仿了东方不败的笑声，演绎另类说唱《春季里花开时四五六》，不愧是行走的包袱铺。召集人意见不一，鞠婧祎以一敌二，虽然有张云雷插科打诨，但是现场气氛也有紧张的时候。萌妹宋方圆表演过后，张云雷犀利点评我从头到尾两个失望，并直言不讳地指出宋方圆没有舞剑，且所唱的假声并非是戏曲假声。而鞠婧祎却觉得张云雷过于严苛，并认为把他改得更年轻化会让年轻人更热爱。二人争执不下，最终宋方圆进入青铜班。古风圈大大二审蔡以生一曲《悟空》，让鞠婧祎秒变小迷妹，却没能俘获霍尊的心。霍尊承认这首歌好听，但同时也缺乏新意和爆点。激烈的讨论过后，3位国风召集人授予蔡以生白银标签。此时躲在暗处的国风侠出面，要将蔡以生升入黄金班。谁料蔡以生却以对其他选手不公平为由，拒绝了这个绝佳的机会。这种精神得到了酷狗网友的一致赞扬。下周20位选手将迎来双人合作表演考核，有2名青铜班成员会被淘汰。本期你被哪位美少年美到了？快上酷狗音乐支持 TA 吧。